做四休三，你赞成吗？嗨，大家好，我是 Sylvie， 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 Simple Chinese with Sylvie。 你们大家都好吗？最近台湾有一条新闻，内容是说在台湾知名的景点日月潭，有一家国际观光酒店决定从这个月起开始试办周休三日的上班方式，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做法可以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可以吸引更多人才的加入。所谓的周休三日，这是一个台湾的说法，指的是一周只上班四天，也就是英文中的 4-day work week。 在中国，大家好像是习惯用四天工作制或做四休三的说法来形容这个制度。不知道大家对做四休三这个做法有什么想法呢？在你们的国家里或你们知道的公司中，有哪些企业已经开始实施做四休三的制度了吗？我自己一直是做四休三的大力支持者，尤其是在疫情之后，随着科技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大家也越来越熟悉在家上班的弹性工作模式，越来越多人也开始讨论起一周应该工作几天的话题。因此我更是觉得大家应该会慢慢认识到做四休三的好处，进而有一天真的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在我看来，做四休三制真的好处多多，最明显的就是直接反映在员工身上了。首先，员工每周多了一天可以休息，不但节省了宝贵的通勤时间，也让他们可以避开通勤时各种让人不舒服的感受，像是和其他上班族一起挤地铁，或是追着公交车跑的时刻。光是想到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心情轻松了不少。而且在做四休三制之下，员工工作起来就不会像现在每周工作五天一样，总是非常忙碌疲惫，或是充满了身心的压力。大家应该只要看看身边奄奄一息的同事们，就可以知道我的意思了吧。多出来的这一天休息日，可以让员工好好的充分放松，也许是去做运动，或是慢条斯理的做家事，或是花更多时间为自己准备更健康的餐点。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甚至是什么都不做，都能够帮员工减轻工作中累积的压力和疲惫，让他们的身心更健康、更快乐，进而带来一种幸福感。我想，这是每天辛苦工作的人们在薪水之外，最希望也最需要得到的一种报酬吧。最重要的是，员工也可以利用多出来的这一天休息日，多花点时间陪伴对他们的人生来说真正重要的家人朋友，或者也可以让他们去培养兴趣、自我成长，尝试以前没做过的事。换句话说，也就是让员工在生活与工作上真正取得平衡，
让他们真的有机会好好体验生活，而不是感觉自己只是一台会为公司赚钱的机器而已。我认为这一点对提升员工的尊严一定会很有帮助。此外，能够在周末时好好休息充电，当然也能让员工在星期一回到工作岗位时更有活力和创造力，大家工作起来在心态上也会更积极和有效率。对企业和员工来说，真的都是一个双赢的政策。所以我真的相当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公司企业愿意大胆尝试这样的政策，因为我相信只有员工过得开心，企业才能经营的成功。让员工能多休息的做四休三，一定会是未来的趋势。那么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企业实施做四休三的政策了呢？他们的效果如何？我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新西兰的非政府组织，叫做 Four Day Week Global。 他们针对做四休三的做法在全球进行过一场大规模实验，得到的结果非常正面。就连一开始犹豫要不要参加四天工作制的公司，在实验之后都转而支持这样的想法。根据报道，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做四休三实验在英国进行，为期六个月，共有61家公司2900人参与。在实验结束后，参与的61家公司中有 92% 表示希望继续实施做四休三，而 30% 的公司甚至愿意考虑永久实施做四休三制。出乎意料的，企业的高层和主管在实验后也都非常支持和赞成做四休三的做法，因为他们发现当每周只要上班四天，员工变得更积极主动了，生产力变得更高，公司的利润也因此增加。另外，人员的流动率下降了 50%， 也就是一半，员工出勤的状况也改善了，缺勤和迟到早退的状况都变得更少，员工的医疗支出也下降了。更重要的是，做四休三也成为公司招募人才的一大利器，尤其是对那些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对他们来说，这样弹性的制度特别有吸引力。至于参与实验的那些员工嘛，结果就更加惊人了。在2900名参与实验的员工中，没有人愿意放弃做四休三，回到一周上班五天的做法。甚至有 15% 的员工表示，不管帮他们加多少薪水，他们也不愿意每周再进办公室五天，显示出做四休三真的是许多人真心渴望的工作模式。事实上，除了开头时提到的台湾酒店，世界各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实施或尝试做四休三。比如说 Microsoft Japan 从2019年起就让员工每周只要上班四天，据说他们的生产力因此大幅跃进了 40%。
更特别的是，居然也有国家开始在国家层级实施做四休三的制度哦。据报道，西班牙在2021年开始尝试，比利时则是在2022年加入了一周上班四天的行列，让全世界的许多上班族都羡慕不已。我认为上面的那些实验和实例都清楚地显示，做四休三确实是一项可行的政策，而且能让员工和企业都同时大大受益，一举两得。我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能够加入这股浪潮，让所有人都能工作更少，个人生活时间更多，而且生活质量更好，也让人类的文明和劳工的劳动权益能在多年之后再次向前迈进一大步。你们对做四休三有什么看法呢？你们是像我一样迫不及待希望这项政策明天就开始实施吗？还是对这个做法有所疑虑，觉得还有需要多考虑的地方？不论你是赞成或反对，都很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的意见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留言和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